空军所属总统座机组，尽管使用的机型随着年代更迭有所不同，但是翱翔蓝天，伴随统帅和许多友邦元首，舒适安全飞抵各角落，决断国事。一流的飞行技术以及亲切的服务态度，65年来始终如一，将空军的优良军风展露无遗。 今年10月16日是总统座机组成军65周年组庆的光荣日子。座机组的前身是先总统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的侍从室飞机管理室，成立于民国25年。35年12月1日于南京改编成立专机组，隶属空运第10大队，专责领袖之专机任务。 民国48年10月16日正式定名为总统座机组，走过65个年头，隶属于空军松山基地指挥部的总统座机组，全体同仁一直秉持着兢兢业业、钟情负责的精神，圆满完成每次国家元首的飞行任务。 在座机组目前服役的机型是波音737-800型飞机，该型飞机性能优异，安全性极高，甚至有我国空军一号的称号。飞机是在去年2月7日自美国接返国门，并于同年3月20日正式举行成军典礼，加入座机组行列，成为总统座机的新生力军。 从当初的委员长侍从室飞机管理室，一直到至今，那我也很荣幸能够担任我们总统座机组的第26任的组长，啊，在我们全体同仁努力之下，我们总五前线，每一次都能够完成啊我们各级首长的专机任务，那我们也就像陈总统常唱一条歌，歌名叫做《快乐的出航》，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全体组员都是载着总统快乐的起飞，快乐的回航，圆满完成任务。 能够加入座机组，个人觉得非常荣耀。未来勤勉自己，除了不断精进飞行本职学能外，并秉持座机组以往着重非安、审慎之态度，来圆满达成飞行任务。为庆祝总统座机组成军65周年，座机组全体官兵组庆当天，特地在空军松山基地指挥部举办热烈的庆祝活动。 而让全体组员感到兴奋与荣耀的，就是陈总统水扁先生，在国防部长伍士文、参谋总长汤耀明一级上将、空军总司令陈兆敏上将及总政治作战部主任邓祖林上将陪同下，翩然立抵基地与大家庆生，分享座机组的辉煌队史与薪火传承的喜悦。 陈总统也对座机组自民国25年成立以来，从早期使用的 JU-50螺旋桨机，一直到去年换装的波音737-800型喷射机，在历任组长卓越的领导和全体组员辛勤的耕耘，使飞行任务都能顺利圆满达成，表示谢意与加冕。 面对新世纪的到来，总统也殷殷期许座机组全体同仁，要以终身学习的态度，秉持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让自己永不落伍，做一个优质的现代人。 在空服组，我们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如今，我们也很荣幸能够为国家元首服务，并提供我们最高的服务品质。由于我们的任务特殊，通常都是早出晚归，但是大家都把这份工作当成是一种荣誉。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之下，我们可以让它做得更完美。我们座机组一接到任务以后，我们在标准的操作时间之内，空勤的机械官带领着机工长。 以及所有的地勤维修人员，按照了TO，以及标准操作程序，一步一步的执行安全检查，以及地面维护工作，确保总统座机达到100%的妥善。飞跃65，六十。
75周年，对总统座机组全体官兵而言，不仅是成长的喜悦，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为了让光荣传统继续传承发扬光大，座机组全体官兵今后仍将秉持着好还要更好的理念，提供国家元首更安全、舒适、便捷和亲切的航运服务，为空军争光，为国军树立优质的新形象。